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S2 第48区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或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前来观看 SH48 Team S2 第48区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的。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H48 Team S 的莫涵。Everybody, aliv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Here in world famous Shanghai, th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perform for you.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谢谢谢谢。天长长地就是传奇。
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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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要加个最美的传奇，对不对？好棒棒棒棒棒棒啊！最喜欢的 UNIT 曲啊，我觉得是使徒行啊，不是什么东西，灵魂使者，灵魂使者不是使徒行者，太顺口了。然后灵魂使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特别的就是唯美，说是 Taco 在吗？嗯，在。给我解释一下，我太表达不好。就是四个灵魂使者，对，在战后就是各处收集战士们的灵魂。对，其中一个由我扮演的资历很浅的就是使者呢，想要控制其他三位，其他三位得知了之后非常生气，想要处死我。然后但是呢，没处死，我赢了的故事。啊，很厉害！我就平时就特别喜欢这种很奇幻的那种故事，所以我就特别想，就是特别想来试一下灵魂使者。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灵魂使者这个海拔太高了。你跳的时候让它中间给你升起来。大飞，你可以踩了高跷来跳。不行，我拒绝。刚刚Taco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吗？然后，哎，如果是改成四个跟我差不多海拔的，我还可以考虑一下。有人说没有，是谁说的？下面。好了，谢谢。I want you. Money, money, money. 大家好，全民听。里面最喜欢的一首 Unit， 其实我跟大 C 一样，也很喜欢灵魂使者。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感觉灵魂使者这个舞蹈很难，但是它有个地方特别的快活，就在张宇阁的身上。因为他们不是四个人嘛，然后有一段是他们后面三个人疯狂的跳，施法，然后有一个人躺在前面是那种抽搐，我就不跳，我就不跳，我就不跳。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内心戏，哈哈，接下来我不用跳舞了。然后弹一下，我不跳，我不跳，我不跳。但是小钱，我跟你说，他给我躺那边是个仙女，躺到那你躺那边一块叉烧肉。我不知道一块左右肉为什么要对一块叉烧肉说这种话。哎，不对，你们再凑齐两个的话，你们就可以表演灵魂四矮了。再凑齐两个，你看来再加两块肉就可以了。大飞站进去，并起，默默你。我不是，我是你就是那里的，你不要逃避了，真的。然后就觉得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他们的服装啊、编曲啊各方面都觉得很酷很棒，然后就很喜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5 毛毛李雨琦，谢谢大家。毛毛。三步。其实呢，我也很喜欢《灵魂使者》这首歌，因为哦，三矮喽！我觉得，我感觉我要不说我喜欢的话，就有点对不起四矮了。不是，我觉得他们跳是《灵魂使者》，我们使者，我们跳就是牛头马面，
这完全不对了。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是有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土豪座最右边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呢？是给我留的吗？好的，然后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和我在彩排，然后躺在这里，他有一个躺完了之后就是对着这 边，对，要看着这个，眼神刚好看到我，就是我就哇一下就心都酥了，你知道吗？来一个啊，其实这是一个求救的眼神，让你救救我。是求救的眼神啊！我刚刚听完小，我勾魂呢。我听完小钱那段话，我以为张宇哥看出来了，我就是不跳，怎么样？就是不跳。现在是这个画面满脑子。救救我！这个舞怎么跳的？这叫这个变成耍赖哥了。对，他说那个表情，来再来一个，求救的，你别对着我对镜头吧。哇！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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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求，就你。不用不用，我用我的命来换你的命。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 unit， 然后其实我还特别喜欢你，是你们的吗？哎，就小爱那个 unit， 跟你没关系。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起的。对对，但是我的眼睛都在小爱那，因为小爱特别可爱。你看着后面那个眼神，那也是。小钱你也特别可爱，你知道吗？你得罪了我和丹妮，我们现在都看着你。没关系，晚上回去把他打一顿吧。好呀，妈妈我保护你。好了，大家都特别可爱，谢谢大家。耶、yeah ！真正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圆圆袁雨珍。雨珍。我觉得 UNIT 吧，我每首都很喜欢。我在我的那个，不是现在各大网站已经有我们的这场公演的歌出来，可以在线听了吗？然后我下载了，艾未央、郭阿未、寒夜、灵魂使者，还有那首歌啊，《Mad World》。然后呢，我差点想是骂人，我以为你在骂我。然后呢，唯独没有下载《Good Time》，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觉得这首歌不好听，我怕我听多了腻了，从此以后跳这首歌不笑了。反正我觉得这场公演每首 unit 都特别棒，特别好听。有机会的话想尝试一下每一个 unit。就这样，谢谢大家。我对你爱爱爱不完。大家好，我是 SNH48 小爱陈光慧，谢谢大家。小爱。少来，我不听。小爱，我觉得你比较性感。小爱，你给我滚出去！明明是都很性感，好吗？你要承认你这句话，你还是出去吧。谢谢，谢谢，谢谢。说到，你知道你冷场了吗？说到最喜欢的 unit， 其实我还是喜欢毛毛他们那一首，就我特别喜欢毛毛的那段词，我想念一下。永远。所以你们要洗耳恭听，必须。不要笑我啊、哦。呀呀呀！是谁又瞎起哄？小动作好多，别搅和，想走就走，永远。慢慢的呀呀呀，再来一遍，我好喜欢这首歌，好棒啊！小爱呀呀呀，太可爱！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大声来教一下我们两个。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他永远，永远。
声，不是这种啊，不是这种鸡声。对，哎，你来示范一个。永远，永远。哎，小爱，你先来。永远。小爱要吐了，感觉。我写另外一个，是那个。啊，就是他，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重点。就算雨再冻，绝不回头。这个，然后这个再一定要有棱角。听到没有，大家这个再。像爬楼梯一样，再冻，再冻，再冻。哎妈呀！我怕你忘，好美，大嘴，你像卡碟了一样。让思思学一下，学一下。就算雨再冻，怎么样？这首歌干什么？就要有棱角啊。无所谓，无所谓。好像是音乐饭了，感觉。对对对，就这个精髓。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算雨再冻，永远。没有，小爱，你应该像。永远。不，你应该向毛毛学习一下那个呀呀呀。没有，小爱特别搞笑，小爱在后台一直问我，哎，毛毛后面词是什么？然后我就呀呀呀，下去，我就给他念一遍。他过了一会儿又问，哎，毛毛后面词是什么？然后过会儿拿了个笔，小爱就呀呀呀，他没理我，我要这样，我在换衣服，我不知道他干嘛，他就说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SNH48 Team S2 的孔霄莹，孔霄莹，谢谢大家。孔霄莹，谢谢。眼睛毛粘起来。对呀、啊。好了。就算一再冻。哎妈，睫毛太长了啊、哦。然后说到运的曲呢，我必须得说我们的那首叫 Go Away 啊，对 ，Go Away， 因为我怕没有人说。怎么说呢？本来刚开始人员的搭配非常的妙，就是。大 C 和毛毛这两个人，一个什么灵魂 rapper， 一个传奇主唱什么的，非常的合适。然后就是 Good Time， 于震还有什么什么剩下三个小可爱，勉强算他们四个小可爱，可爱超可爱。然后还有那个叶伟不是，艾未央，两个人非常的默契。非常漂亮，非常的大长腿，然后还有，哎，你是谁？对，不是，哎呀，等会儿说你哈，你压轴，然后就是四个那个大傻，不是大高个，非常的就是惊艳，就大腿一露，对吧？那种啊、嗯，然后我们三个，来，孙瑞，你站过来，不，哎，我求你了。然后最后剩了我们三个，来，你站过来，哎，不对，你在这儿，对对对，老母亲、老父亲和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两个人打拼社会不容易，然后从小教育了这么个玩，不是这么个孩子，这么个玩意儿，呀呀呀，说走就走，孩子，好，要不然要不然你去配，就是你去他们那儿。要不然你们俩离婚了，我让大西过来。反正就当时就觉得就希望我们能加油。怎么就牵起了手呢？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觉得我们三个能这样一起打棒球还是蛮妙的，希望能继续打下去。就要说这么多都说不出来我们那首 UNIT 的好。你们那个 unit 我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地方特别好，就是他们俩打你的时候看得特别爽。那是我们平时那段是我特别想代役孙瑞的位置，就是那段是我想你想打我是吧？
哎呦，我可没这么说。真棒。那个真的是我们前一天晚上才编出来的。对，对，因为当到我这说，我你怎么把我词儿抢了呢？你刚提醒我的。你不是你只说安排人员，我说这个歌的问题吗？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行吧，那一会儿听唱的人说，谢谢大家。耶。发现我刚跳舞跳过敏了，然后我脸上现在发了一点点荨麻疹，但是我要坚持把这个 MC 讲完。对，你们可以喊了。哇，啾咪，谢谢。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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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长了荨麻疹依旧好看吗？好看。哦，那个谢谢大家。然后呢，我最喜欢的 unit 其实是那个。哎，等一下，当当当当，其实是《寒夜》这首歌啊。不是，希望我哪天不在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去带一下。不是，不不不，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就很多地方无人超越。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嘛，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看的时候才有。我就 是吧，徐子轩。当时徐子轩就在我身边，他就这样，我就坐在那儿，我们两个就这样。徐子轩，对，我坐在那儿。当时没有位置坐了嘛，我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对，我在徐子轩身上，徐子轩死捏我大腿，妈呀，太有哦，天哪！是啊，徐子轩就是这样，非常过分。对，所以呢，就是、当、哦、你说，就如果默默那个动作没有改的话，现在土豪坐应该是挤破了脑袋要那个位置的，因为那个角度真的太过分了，就是，啊。你装傻吗？你不记得了吗？要我提醒你一下吗？不要！没有了，反正那个动作现在就是没有。哦，我想想起来了吧？对，然后觉得这首歌呢超级好听，特别是中间一段，就坐在中间，哎，怎么唱的来着？就是哼鸣的那段特别有意境。然后最后呢，那个，哎，虽然你们那不是上吊绳，那是很有意境的，就是要做梦了，所以要关灯的那种意境，哎。算了，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
大家每天打招呼的哦。Hello Kiki。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 Kiki 许佳琪，非常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首演第三场。谢谢。好像一点都不押韵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嗯。谢谢，我也喜欢你们。谢谢。嗯，说到最喜欢的 UNIT 曲呢，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分不出来了，因为这场 UNIT 呢六首我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导致于我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突然灵感乍现，就是编了一首口水歌。对，哇，想要好想听哦，想要安利一下我们的这场 UNIT。 嗯，好期待哦。我先变个妆。徐导，你看你刚才安排的可以吗？准备好了吗？你要唱二泉映月是吧？开始没有欢呼声，我不会开始的哦。徐导开始算命了。哎呦 ，listen，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drop B， 蹦嘎嘛，蹦嘎子，嘎子，蹦嘎子。你说你要听我唱 freestyle， 我说我要，我怕春晚你会为我鼓掌。今天这场公演排练两星期，看到没，腿上都是乌青。台上跳的卖力，台下喊的起劲，搞得戴萌都想给你们个亲亲。救命救命！到，现在我要安利 UNIT 开始喽，准备好了吗 ？Everybody， 跟我开始唱 Mad World 的堪比凤凰传奇。哦，预备，重新来。Mad World 的堪比凤凰传奇 ，Good Time 女孩美的不行 ，Every Young 粉线你滑来滑去，摸我大腿你非常了不起，默默寒夜亮的不行，来把我内心来烧起，灵魂使者，灵魂使者，身高是禁忌，大一是矮子，你还是放弃。嘴里喊着狗儿喂，手里棒子挥一挥，马老师看这里，棒槌女郎你们比一比，你们比一比，你们比一比，预备起。看到微博吹来吹去，我们内心真的非常开心、yeah. 黑子的话不要在意，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垃圾，都是垃圾。你们一直 diss， 想把我气死，不好意思，我你们不要放肆。不，重来一遍，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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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精髓，这里是精髓。来，我在下面听了八遍，全场肃静。八遍，预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预备，起。你们一直 diss， 要把我气死，不好意思，你们不要放肆。还是不对。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以为把我气死，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不要放肆，真的带来带去，私信敲来敲去，私信表来表去，不好意思，我当你们是空气，你是空气。哎呀妈呀，太不容易了 ，Kiki 拍，最后来一个，欢迎来到48区 ，Come on， 我们一起创造奇迹。创造奇迹，创造奇迹！哎呀，太不容易了！非常感谢那个 rapper 徐的这一段非常不 free 的 freestyle， 耶、yeah ！虽然呢，非常的不专业，但是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得见。还是单声吧。你知道吗？徐导在下面还安排我们每一段谁该演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我在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戏，这样的话我就忘记了。我的然后你看我们都没有抢戏。对，不是这里完了之后还要拿个盆给点钱吧，给点钱吧，这种
太累了，太累了，真的，我觉得很佩服毛毛了，就是能把词都记住，然后在台上到时候唱出来。然后呢，光毛毛一段词就是我们爱未央的三倍。然后，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喜欢我们的 unit， 耶、好了 ，one two three， 大家好，我是孙瑞。你想干哈？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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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然后，我最喜欢的歌，因为我就知道，除了我们三个，应该没有人想说我们这首《Go Away》，所以呢，笑什么？不是，所以呢，我就想推，你知道。就是这个 Go Away 呢，刚开始我们的舞蹈就是我们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就是就连首演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那个舞还没有定下来到底怎么跳，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是吧小英姐？我洗衣服的时候路过看你们三个苦思冥想在那儿。对，然后我们三个呢当时加了那个棒子嘛，但是又想那个棒子太像扛着太像猪八戒扛了一个耙子，然后我们就想那就必须得改一个动作，就是可以有那种就是感觉这个棒子用的特别狠的，然后我们就加了一段那个打肖英姐的戏，这段就是专门我来想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棒子好，其实就是想打肖英姐很久了是吧？对。然后就是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这首 Go Away 这首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48 的袁丹妮，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丹妮，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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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孤太好时间好时辰也没有什么人喜欢的样子。对，然后其实我们这首歌刚开始也是就是舞蹈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好看的，就觉得很普通很平庸的一个舞，然后经过我们老师的改装了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舞一下子突然变得一下很可爱，就是很符合这首歌。然后正好呢我们又是四个小矮子组的，就是跟他们四个大高个组正好形成了反差对比。然后我们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了你们的 good time，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他们的灵魂使者，对于你们来说这样的地位，就你想如果一个大高个混进了你们的 good time 里，岂不是一个傻大个？哎，傻大哥，好棒啊！其实我觉得你们啥时候我们可以换一换，就是把那个灵魂使者，下次等到咱们大高个咱们跳。哦，就是你我们跳灵魂使者，然后他们来跳那个对good time， 好酷哦，感觉。好棒啊！啊，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欢迎宝。快给泰哥打电话。嘟嘟爸爸。你好，这里是张宇阁。这里是王子。这场公演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默默的寒夜。你来跳，应该我想象一下画面哦，就不用听这首歌，也不用看这个舞，看身材就可以了。就怎么说呢？我觉得默默非常适合这首歌，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不适合未成年人。没有，那适合你吗？也不是很适合我。就是虽然说是一首很愁的歌词，但是默默唱出来就是有一种撒娇的
感觉，就是说实话我特别想要看孔孝仪的演员啊，他应该就是那种黄脸婆那种包租婆的造型，然后翘着脚在这里斤斤计较你累不累，需要他带一个酒瓶子上来一边喝着然后一边挠着头，天吓死我了。对，所以这场公演Unit 里面我除了我们这首歌以外就最喜欢默默的韩野。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洛洛狮子轩，谢谢。灵魂使者以外最喜欢的 unit 一个是艾未央一个是韩烨。但是本来最开始是特别喜欢那个艾未央的，然后当时在看默默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不要看默默现在跳的有多么的撩人啊，但是他在排练的时候是非常非常 S 的，就是一个女王气场全开的，应该是因为面无表情吧？何止是面无表情哦，她当时穿着那个高跟鞋，然后穿的牛仔裤就坐在这里，然后她有句歌词是那个斤斤计较你累不累嘛？当时默默的姿势就是斤斤计较你累不累？我心甘情愿往后退。我们当时去下面坐一排，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表情，哇，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看到默默真的在台上给大家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很想送他一对翅膀，就因为他是睡衣嘛，然后我觉得以后啊，以后等这三场结束之后就可以开办一个新的，就是韩烨叫做今天猜猜我里面穿的是什么你这话我没法接是不是还你还想穿什么说动物款睡衣啊，什么老年衫啊，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把保暖内衣穿在里面穿一套啊，这种那我还是比较期待万圣节的时候你穿一个南瓜出来对，因为我记得，对，因为以前有看过，然后十分期待你穿成那样跳韩烨了，然后也很期待有一天如果默默忘记周几了可以真的唱一个忘了 day 寒冷的风还在继续吹，对，然后还是比较想尝试一下艾未央的，但是好难哦，那个舞蹈就是感觉好，我觉得是要找一个和你身高搭配的人很难没有，我觉得找一个矮的，我不用蹲和他们蹲的效果是一样的。默默，我刚刚想提醒你来着，不要站线上，一会儿升台子会掉的。他可以两块一起升的，对，他可以两块一起升。放弃吧，你踮脚也比我们矮半个头。下来，好，就是这样。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公演和我们的 unit 曲，谢谢。蘑菇少女的日常打卡。希望长不高的，这不是很可爱吗？太过分了，这些人。哦，斤斤计较你累不累？
我估计是下凡尘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落的时候用力大了点把我的腿割进去了一截，而且还把你的腰蹲没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好 ，U 一特许是吧？其实我挺想挑他们那个好时间的，就孤单孤单，因为就很可爱啊。然后重点就在于我是唯一为数比较少的加入他们里面也不会有违和感那个人吧？你干嘛？因为觉得你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有点无聊。我可以当你们打乒乓球的时候那个网，没有那个网的，好过分！我们四个都在，他竟然说不喜欢我们的 unit， 对呀、啊，好伤心啊！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的 unit， 因为他没有办法跳。我们要生了！我一直很想体验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四个把我围起来，我是什么感受？我以为你要体验恐高的感觉呢。我现在都这样子看你们的，感受如何呢？开心吗，萌萌？我们可以收了。开心吗？哇！收了吧，收了吧，莹姐笑一个。这首歌的正确打开方式，这叫托塔李天王，你说我能？李无天王，你们一定要感受一下这种身高上的压迫感。雨云要保持你高冷的仙女形象，好吧，不要破功，好吧。哇，我的腿到默默的脖子哎。我下一次要申请吊你最后一次你。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Yeah. 快降下来了！降了，哎、我都觉得有点高了。降了呀！哎，能够往下升吗？有点不适应，还是想要高一点。开心吗？欢乐吗？默默，你的人生就差这么一点了。上面的空气第一次感觉那么新鲜呢，我都没有闻到过这一层的空气。控台能让他再感受更新鲜一点的空气吗？让默默升，升，升，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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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哇！家长看孩子在颁奖的感觉。是啊，我终于懂得你们这种高个看我们这种矮个的那种心情家。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好爽哦！惊喜吧，从来没有体验过吧，对不对？改个歌词啊，寒冷的风还在继续吹，穿上高跟再继续吹，吹，踩上高跷再继续吹。没错没错，爽吗？我希望以后有人可以在矮子乐的基础上再发明另外一种东西，叫做高跷乐。那估计好，好。到我了吗？是。上一了。对。上当打折了。五折，五折，五折。大家好，我是五折五折涵，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五折。
其实我一开始想应该没有人说我们这首，因为我们这首太难了。没有，他们看歌是看设定的，我们作为唯一的反派角色。啊，真的？对的对的，我们是在这个48区的世界观里，我们是坏蛋。现在挑歌都那么走心吗？对啊，我们四个是干坏事的。这剧本是我写的，我想谁把谁写好就写好。哦，怪不得。我想把谁写死掉。那么我能采访你一下，你做那样的梦是几个意思？喂，那是一个梦幻乐园，是一种荒诞的世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从那首歌里面看出梦幻乐园在垫子上做体操呢？得做体操。那你又跳了些什么呢？我没有跳什么，做梦啊，都是木偶人啊，你不知道吗？哦，是吗？对呀。等红喝酒里，狗狗手指头都被我亲到。你是这么想的吗？行了，别开车了。算了，那你开吧。不是今天那么听话，大家都。对呀、啊。我说话很有效果了吗？现在一家之主了都。说到哪了？刚刚。说到。开车了。哦，对，本来要说应该没有人选我们那首，那我就夸一下我们那首，因为我拿到就是看到那首老师跳的版本的时候，我想完蛋了，这次真的完蛋了，我这辈子跳不了这样的舞蹈。你知道老师跳是怎么样的感觉吗？算了，我也模仿不出来。就是很难很难，然后我想完蛋了完蛋了，然后有 Taco 给我们分析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对吧？因为我提前把故事交给了老师。啊，是这个样子的。是。就反正还好有 Taco 的帮助。哎，不对，我又跑偏了。哎，不对，我要说其实你夸我也行、我要说的是就本来想选的是自己的这首歌，因为觉得没有人选，那这样子的话我要选一首爱未央，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说爱未央的话肯定会有人说让我跟洛洛跳，说你可拉倒吧，我才不想跟你跳呢。我也不愿意。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被禁止一次就够了，知道吗？你以为我还想当咸鱼吗？我告诉你啊，听我说，爸爸，爸爸，听我说，咸鱼翻个身，他还是咸鱼。我在那扑腾半天，结果用我的眼换了我的什么来着？哎，那我不是跟你一块扑腾了吗？啊，用你的眼换了我的腿，何必呢？那我还没生气呢，你倒是不乐意了。我想当个孝子，但是你现在是个瞎子。没事，都是纸，我爱你。啊！行了，再见，去你的吧。怎么没打起来呢？然后我要说的是，思思那首叫什么来着？哦，不，不是思思。那个 Go Away。那还有一首英文歌叫什么来着 ？Good time, mad world。什么 ？What？ Mad world。哦，对，就那首歌是谁的？毛毛和大 C 的。啊，那首我喜欢，很棒，就是也是我觉得一看完了这辈子肯定学不会的歌，就是 rap。 嗯，没有，对，我想起来了，他们这个舞蹈也是改过的，他们之前的舞蹈有一个动作大 C 跳实在是太难看了。就是被我们就是勒令说你们必须得改，因为那个动作是大 C， 我就直接学大 C 了啊，估计你们也看不出来原版的动作来了。对，他的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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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大 C 你在跳什么？然后毛毛在旁边，然后大 C 噔噔噔噔噔，那个脖子真的好灵活，很有画面感。对的对的，脑补出来怎么画面？对，而且他就是。我们就说你们必须的换动作。然后呢，当然我说这个呢是因为毛毛和大 C 背对背站在这里唱歌的那个部分是我编的，特别开心。我只是因为这首歌比较洗脑而已。哦，是吗？对，好，说完了，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2 的蒋云，谢谢。蒋云，蒋云，蒋云，
喜欢的 unit 曲是大 C 和毛毛的那一首，因为其实我本来是喜欢默默的那一首，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看到你的舞蹈，我以为这是一首只很安静的歌，对，安静的站在那里。我曾经也是这么以为的呢，是一首 solo 曲，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么锻炼身体。我一看到默默跳了，我一开始以为他在瑜伽呢。对，因为要躺在那一块地方嘛，然后要伸腿，我就看到那一幕，我以为你就在做瑜伽，就我其实在发功。然后就再看其他的，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不太适合我吧，我就觉得还有大 C 的那首歌特别好听，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就是想尝试一下大 C 的。哦，哎，你他念有有有 check now 有有有，我早上刚吃的煎饼果。嗯，来呀、啊，你吃到肚子里去了，出不来了。好，那就这样，谢谢。耶、yeah! ！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第48期公演，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就算雨再冻，绝不回头。不管风再凶，都勾着手。勇敢的温柔将绽成花朵。璀璨初衷，你和我始终紧握。呀呀呀，世界又下起后，小工作好多，别叫我想走就走。费力气拼搏根本没用，没有求什么，为什么要走快走？真假对错，或许我还不懂。傻傻的老金纳粹当初的承诺，比你有一天我们曾说过的梦，会在这里巅峰时或惊艳四座。愿主扬起一生来回眸，我不退缩，张开的双臂坚守。Yeah, 眼睛清脆半闪烁，蜜语流言震耳欲聋，我不迷惑，因为你也相同。就算雨再浓，绝不回头。
世界仿佛只剩下你，后续情景变得下个世纪，一声交集甜蜜透进心底，这一瞬间希望时空暂停，情不自禁嘴角扬起笑意，你会不会发现我的秘密，多幽默的微笑将我推向了你，你害羞的默许给我许多勇气，闭上眼睛大声喊出我喜欢你。Tonight, 我的爱为
个一半，每个人都有春天还不是黑吃黑。
手镯，用力拉紧了绳索，带你凶猛的野兽往前往前，反正看不到尽头。灵魂的使徒，被石化的心禁锢，划穿汹涌的嫉妒，重复重复永无止境的噩梦。当他躲在黑夜之中，拿起藏在胸口的钟，等待燎原煽风点火，迎着窗外肆虐狂风，呼吸卷入愤怒黑洞，踩碎甜蜜美满的梦，想颠覆一切，刀削火花指引向前，人说你落得错落昨天，闪烁不定的念头在心中沉默的幽灵撕扯，一笑却入为所欲为，岂知下面泪谁看见，夜深人静时藏在那角落，你是个的泪水。绳索，带你凶猛的野兽往前往前，反正看不到尽头。灵魂的使徒，被石化的心禁锢，化作汹涌的嫉妒，重复重复永无止境的噩梦。当他躲在黑夜之中，拿起藏在胸口的钟，指引向前，日出日落推算了昨天，闪烁不定的念头在心中像魔鬼用力撕扯，一笑却入为所欲为，几处下面泪水看见，夜深人静时藏在那角落，你是冰冷的泪水。
像是生活的点缀 Everyday 酸甜苦辣各种体会，把心情泡得好狼狈，无力去管是谁错或谁拍站，来吃果果。大家连续欣赏了 Matt Ward， Good Time， Yeah， 艾维央 ，Yo， Go Away， Yeah， 灵魂使者，寒夜，开心吗？嗨不嗨？嗨！然后今天我们的 MC 话题是，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了。你会有什么？你会想有什么特异功能来就是拯救世界？对，啊，好大的一个题哦。对，就是很复杂。现在就是你现在要变成 Super Woman 了。不是 Super Girl。我是 Girl。Super 奶奶。Super Grandma。Woman。对，从谁先开始呢？哎，吕一先。十六号的麦，谢谢。来，吕一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啊，有声了，OK。哇，猫派、狗派、番茄派，想成为你心中的李一号。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Q 的吕一口口一，谢谢。耶。谢谢。哦，居然都五十场了，好快！对啊，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对，长大成人了。嗯，挺大。那你有什么想说吧？如果世界末日的话，怎么回事儿？跟我开玩笑的是吧 ？16，工作能不能认真一点？
就是我刚刚看了以后，我就马上想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回答。就是要我拥有什么能力的话，希望是可以让时间倒退的能力。就是如果说发生了灾难，哎，这样好像也不行哦。就是、时间倒退之后，再发生一遍，对。就你死了两次，你很爽，对吧？反复循环。对，突然好像什么地方。这孩子感觉这个麦四，这个麦可能是怎么回事呢？可能被我电调时间倒退了，对，可能被我。怎么的呢？电到。怎么的呢你？给我听话。打到手手。啊 ，sorry sorry。那刚刚我本来想说时间倒退我就可以拯救世界了，但是现在好像时间倒退我还要再死一次。那这样吧，我换个话题，如果世界末日了，你最想拯救的成员是谁？最想拯救的是能拯救很多人吗？就一个。只能一个、Only、那肯定是我自己啊。现在小孩子小学的时候都没有学过孔融让梨吗？孔融哦哦孔融让梨，就是你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你不能只救自己，如果除了你自己你还得救一个，是谁？那我就救个梨。什么？救个梨？救个梨？不是，我给你讲个故事，只是一个比喻，好吗？哦，那我要救谁呢？我现在就逼你说那个人。嗯，一定要逼我。说，救谁呢？说你心中的那个人。我心中的那个人呢，是一定要是我们本队的成员吗？对。如果是本队的成员的话，那就救一个可以照顾我的人吧。谁？Who？ 谁说了不？我说 Who？ Who？ 我今天用英文来说。那就要看谁愿意照顾我了。行了，你先到这儿啊。袁雨珍，毛毛，你干哈呢，毛毛？袁雨珍，你少给我转移话题。哎，如果是你的话，你救谁？云姐。你有事儿啊？哦，去吧去吧，收破烂可以走了。就云姐是吧？云姐，你不后悔对吧？后悔。也太快了，有点。想了一下，有点后悔。这个人。最后云姐把你杀了，然后自己幸福的过了下去。那你要有什么就是特异功能来救他呢？我的特异功能是让默默一个人留在这个。你唱那个高音。嗯，哎，那个调是什么调来着？超声波。对，你就唱那个超声波。我说你也信呢。坏。那大C呢？大C你救谁？其实我真不怕，不是有一句话了吗？就是以前我们的你是百年的传奇。除了这个，就是以前我们邓小平爷爷说过一个话。你不用跟我扯那些，你就说你救谁。我要引用名言：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我不怕。Oh。我袖珍没关系。你袖珍，你们帮我顶一下，我先走了。你先少跟我扯，你就说你救谁。我救谁啊？嗯，就自己这种事情，袁雨珍不要提醒我。我就不信现在场，我就不信现在场上三个人都不愿意救我。你救谁？我要救邓小平爷爷。我要救伟人。多学学我知道吗？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是我的话，who where 我也不活了。 why 因为没有你们我根本就活不下去。哎呀，天啊，香姐，你在我心中的形象突然就是升华了好多好多。看看你们这些小人，终于从恐龙变成了恐龙。到了吗？ Yeah？ 什么叫伟人？我才是伟人，你救我好了。你太高了，救不了。好了，好了，接下来欣赏。欣赏什么？换呀。Yeah。Action。
间的梦梦，走进了生命熟悉的温存，能等着心中滚烫的狂热，我是闭上眼感受着迷人，我胸口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高跟飘在面包糖顶峰，你脸上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天花板也关不住我们，灯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天旋地转梦幻不自在浮现，勾勾手指头全都为我轻描，呼吸快乐享受享受着生存，微醺后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高跟飘在棉花糖顶峰，你脸上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天花板也困不住我们，灯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天旋地转梦幻不自在浮现，勾勾手指头全都为我轻描，呼吸快乐享受享受着想遥远，一转眼天旋。
一二三四五想要选哪个啊？我还想选七呢。哪个？好难哦。那你们选吧，你想选几啊？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三比较多啊？三二一。三。几啊？三和四都有。三，那就三吧。哇，这个。偶像剧有什么套路？我这种都不看偶像剧的人，不看偶像剧的。三吗？是三吗？嗯。哦。三和四。哦。三。不给面子。三。让我思考一下，最不能忍受偶像剧的那种套路，大可啊！我知道你是看这种东西应该，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你知道、口口音，你知道你昨天在台上已经你的形象，就是你已经和你这个年龄相差甚远了。对，人小鬼大。我已经20岁了，但你至少在我们这一排里。他已经快30了。我也是，我也是。扎心了。对啊，对啊，所以你们俩应该看过很多那种少女心泛滥的什么霸道总裁和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其实我还好，潘燕琪就是非常的，快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最不能忍受是什么？你看过应该看过超级多的套路的。对，我觉得套路太多了。然后我比较一直想明白的是，就是像《仙剑奇侠传》，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第一部，就是两个女的同时喜欢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要选择。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不是两个女生在一起就好了？你是说林月如不应该喜欢那个谁吗？就为什么要有男主角啊？没有，戴萌在后面跳脚了好吗？我觉得你5号拿不到工资了，潘迎奇。不是，你可能说的是一种友情。对啊。下一个，亲。我知道潘迎奇最喜欢的花是什么花。哎呀，毛毛，好了，下一位。下一位是到我了吗？到你了。对呀、到你了。你要和大家分享你的网盘了吗？我的网盘都是有偶像剧吗？都是有啊，有偶像剧。就我的网盘其实都很正常，都是一些好看的东西。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其实我朋友一般都不看公演，但是他刚好看了昨天那场，他都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要扣扣鱼的网盘啊。我心里想说要给钱的嘞。这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的网盘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什么习题啊，然后练习视频啊，就是公演练习视频。有没有隐藏文件夹？哎，你很懂啊。我从来不隐藏，对，从来不隐藏。哎，你应该跟徐艺人去 PK 一下，看看谁的比较厉害。哦、徐艺人太屌了。是吗？那我们可以。李雨琦马上就要到5号了。这咋回事呢？就不想要工资是吧？少说两句，工资还有。对，还是少快点。那网盘的事情我们私下沟通好吧？就是最不能忍受偶像剧那种套路。其实我偶像剧真的看的。不多，我就看，就像前一阵我刚刚看完一部叫做《黑糖玛奇朵》的剧。哦，我看过。不用开口等我。这个也太久远了。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我以为你要对我唱 rap 了。没看过。你不必问。你看过吗？等。没有。好，我们看的都是终极一班啊，什么打架的片子。其实是一个年代的，但是我不看那种玛丽苏的。你知道吗？上次洛洛给我看那个《黑糖群侠传》，然后呢，就是那个里面男主亲了一口女主，然后结果男主跳到了一个那个水池里面，不是水池，是一个喷泉里面。啊！也不懂为什么，真的很好笑。那个时候觉得哇好浪漫哦，现在觉得哇你什么鬼。
实我现在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感觉有一些偶像剧里面也出现过，就是几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住一起，或者一个男生和几个女生住一起那种情况，就是那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啊，这种我也不是很能接受。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对，就是后宫为什么能分不清男女是吗？对，就是觉得怎么会这种事情？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团里面突然混入了一个男孩子，然后就是你啊，其实就有了。你在想什么，吕一？你也想拍一个这样的剧吗？就是受不了，不行，这样不行，就觉得凭什么你一个人就有那么多啊？你这句话是给你自己说的吗？就是有这种。那你要是那个女主角呢？然后你现实中发生这种事情呢？现实中发生这种事情，不是应该是你？他是那个男主角的话，哦，你那个男主角的话呢？那我很开心啊，开心啊！好，那谢谢啊。我也是不怎么看偶像剧的那种人，我都是看，我知道，我都看他的家庭剧。你不用再说了，你都看什么？洗澡堂家的男人们啊，什么洗澡堂家的女人们啊，这种。这什么鬼？家日常剧，有没听过？家庭伦理，家庭就是叠被子能叠一体，就是叠被子能叠一集的那种，一直在那说，你就家长里短的那种。哦，你一定看《回家的诱惑》。不要和陌生人跳舞。然后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主角光环吧，嗯，就是我最近不是看乔楚，哦，不是楚乔，乔楚，楚乔传嘛。然后第一集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然后那个就是上面坏人在那射箭，她怎么都射不中。对对对，那不是宇文吗？哎，然后那箭从左右射过来，永远死不了。坏人就要打他了，就明明换装去一刀就可以把那个好人砍死的，他一定要说你给我给你讲，我等这一天，等到你知道这东西叫做什么吗？对，叫嘴遁。对啊，就一直说，一直说，等你那堆说完，我早就把你弄死了。就对对对，受不了这种。所以每次到危急的时刻，我都不紧张，反正也死不了。主角无尽地理。对对对 对，那丹妮呢？就我平常看火影的话，火影也会这样子，虽然不属于偶像剧，但是也属于那种鸣人一嘴遁，就是解决一切事情，就是有一个很高级的方，就是对鸣人嘴遁的时候，对方一定会停下来听他说话，对，一定竟然还就相信了，然后就这样子结束了，哇塞，我觉得他真的都可以不用打了，就是很酷很酷，我觉得这点有点太过分了，而且都700多集，他一直用着他的嘴遁，到了最后，真太酷了。然后还当上了火影，对，主要是他现在还有孩子，就是很神奇。嗯，你们看了，哇，偶像剧我最讨厌就是傻白甜女主，超讨厌的那种，就是一定是那种小白没有智商，然后出来叠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一种。我超想打他！我相信你们都璀璨星途了，你知道吗？我们看了2集，哈哈哈。你们知道吗？真的最受不了就是我们在逆袭里面演的那种就是小坏坏，哎，很搞笑的，就是每个人非得女主无敌定理，就比如说女主穿着礼服很长的在前面走人拿第一名，我们两个人那个戏啊，默默塌了，一定要推塌了，不要推你，最主要是我们踩的是她的裙子，她人往前倒，突然的下个镜头就变成往后男主接住她，对，一定要倒入男主的怀中，然后再360度绕一个大整圈。我们明明默默推完他就在这个地方，结果我们一定要那么远，然后呢导演说看，然后对端上车子来转圈圈，然后所有人撒泡泡，对，围着一圈在那边就啊，哇，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场景，我还好浪漫好羡慕哦，你好入戏啊，太想打人了。然后呢，然后转到我们这儿，我们小坏坏还得除了演出羡慕的感觉，还要，哼，对，你会轮到我的那种，对，懂吗？会去找肖老师，太弱智了，真的受不了。我当时在想，你当时在演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对，心里面有无数个白眼在翻。对，就是这种偶像剧这种套路，就是太深了。傻白甜真的太讨厌，尤其那种，尤其女二如果还有智商一点，就反而是坏的那一个人就比较有头脑的话，你还反而喜欢坏的那一个。对。我们几个就是每次都是现场加戏，就是在那边就现场吐槽一下，对。所以你呢？你刚刚就是我就说的是这种套路。哦。对，我觉得希望就是以后能演坏人的话。你太适合演坏人了。你太适合演女二号了。没有，我就是记不记得之前你演过一部电影，但是好像没上是吗？哦，对，就是和那个对对对，演那个。喵星人嘛，对，也希望喵星人的那个之后会有上映，对，
在里面演30岁的老坏人。老坏人，对。对，哎，特别搞笑。我一过去第一天就要我跟有一个男的，就是在里面演我搭档的那个男的，我要跟他抱抱。我太吓人了吧！我一上去，然后我从来没有抱过男的，对。然后比如说你是他，你爸是男的吧？就是没有，里面呢，唯一就是说我是女二号，但其实里面就两个女演员，对。小菊算是客串，对，就一共三个。然后你是那个男的，我上来，哦 ，Jerry， 然后你是汤姆，汤姆，对，汤姆，对，我应该叫汤姆，因为一秒就是很紧张，小拳头在那边，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拍出来会不会拍出小拳头很紧张的样子。就我觉得你演得很好哎，你真的有看过吗？没有，我看你回来不是我们那有一天在楼下吃饭的时候，你不是给我演吗？然后我就觉得你啊，好棒啊！还有坏人的气息。对，没有这样，我觉得 Kiki 演什么都像什么。嗯，对，肯定你的演技哦。毛毛，你没躲过呢。套路，不要躲。我的套路，其实呢，我想说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偶像剧的套路，就是我昨天刷朋友圈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然后发了一个就是朋友圈，然后他就撩妹指南。不是，他就说他发了一个说是。刚刚我妈给我了一张卡，说这张卡你拿去用，生日密码是你的生日。哇，我就觉得这种套路好好。这不也是那种霸道总裁的那种剧？对呀，啊，给我一张卡，结果在卡里没钱。对对，而且还不是信用卡，然后里面已经欠了这个月的手续费，先要出去。对，让我想起那个就有一个也是这个卡的，然后说的是给你一张卡，结果是因为这个卡是两个情侣卡，然后里面也没有钱的那种状态。你就是属于喜欢那种的是吗？没听懂啊。我就喜欢给我钱的人。哦，你这个人很现实。对，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你要变成一个天真的人是吗？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玛丽苏剧。对对对，看得出来，感受得到。真的，我从小到大看过各种各样的玛丽苏剧。最近我看的就是看的那个狐狸的夏天，是我见过女主最受，就是女主最好的一个玛丽苏剧。狐狸的夏 天原名叫什么？当霸道总裁恋爱时。我看的这个，然后呢，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初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起来看流星雨》。哦，对，我还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多布雷。哇，我感觉我跟你之间都有代沟了，因为我看的是《流星花园》。流星花园我也看。流星花园我都没看。流星花园倒立，那个眼泪不让眼泪流出来。我觉得我什么都没看。流星花园是《青苹果乐园》吗？不是，是两个。青苹果乐园我看过。青苹果乐园，那个长长的。这个我看过。是红苹果乐园吗？哦，对，那是一个吗？青苹果、红苹果。哦，这两个不一样的。新梦园。新梦园都是一个。这个我看过。而且吧，我感觉现在丹妮的发型特别像那个时候的端木磊，就我曾经喜欢过的人。我把这个头发飞起来，花仙子，然后说，然后朱雨荨在听 MP3， 丹妮走过去说：“我才不听这种东西，这种损害我耳朵的东西。”所以就没有讨厌的套路吗？讨厌的套路吗？都，其实我就是都讨厌。只要，我还以为你想说只要用在你身上你都喜欢的。不行，像那不能。他刚刚跟我说过不能忍受的就是尔康跟紫薇那一段，就是我喜欢你都要满出来了。啊！就是特别。好，我们要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回来一点。OK， 我们欢迎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谢谢。这是哪个公主的？哦，一公主，我给你戴上。我觉得你在这边。你在这儿。来，不。我有一个生日祝福要说，
我要祝着，说你爱我，祝着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小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还有谁要说？先把九号麦打开，谢谢。那个，我会站到那，不行，我去那里就暴露了我的身高。哎呦，没关系的，刚刚大家都没为什么我边上是几个灵魂使者？为什么我们两个分开站？就是因为什么？哎呦，我体验到默默的感觉了，我的天！他让我过来的，我还是在这儿吧，让我再过去。对，我就是为了平衡身高，我们两个才过。哎，谁掉毛了？祝那个 ID 名叫上海的宋三生日快乐！你在哪儿呢？哦，你在那儿。哎呀，没看到你。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啦，身体健康。看看有什么 MC 话题。设想中心深夜食堂提供的服务，希望有 S 队的四十八去表演。啊，哎，我们可以说三吗？可以。你想说什么？我都行。你们想说什么？武哲想说什么？什么？你想说哪个？不知道怎么选了，选择给我一个眼神，让我体会。三。没有人理我，我是一家之主。三。哇哦！最不能忍受偶像。天哪，这个头像是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个头像是被禁止的吧？不是，这个头像是。这个可以。周宇哥，你看到了吗？这个头像，你看到这个头像是谁和谁了吗？谁和谁啊？哎，妈妈早就告诉过你，这个社会不简单。泰克，没关系，爸爸在这里哟。还好梦醒得早。别呀，别，哎。我跟你们说，刚徐子轩特别套路，张宇哥从那个后面后门走下去的时候，哇，迎接我的公主，然后我从后面，公主的后妈啊，不是公主的亲妈，毒皇后来了，你说是不是？你说的。那你不是还说我是青蛙王子吗？不能接受这样的套路。什么？我没有。你只是青蛙，不是王子。是吗？是吗？我知道我是王子。好了好了，我们说正题吧。你不是龙宫太子吗？哎，龙宫嘛，太子，我知道后宫佳丽三千，就不用那什么。没有。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能说 MC 话题？现在立刻马上，就从这位小同学开始。是的，没错。一看这位小同学就是勤奋好学的类型。是的，老师还没提问，马上就举手，知道要说什么。小恩姐，你看我一眼。我证明他是勤奋好学类型。最不能忍受偶像剧的哪种套路？我最不能忍受就是那个什么，我帮你承包了整个鱼塘的那个。然后更不能忍受的是，有人把我和那个张翰老师的照片放在了一起，说我们的笑容很像。天哪！我既没有哪儿像啊，不知道啊，你演了才知道啊。门牙不是眼尾的那个纹啊，没有门牙更像。你看这两颗，你看这两颗，没有一排整齐的大白牙。那如果换到我们这边是什么样的呢？换到我们这边就是看，这就是我为你打造的星梦剧院，对吧？王总，对不起，王总，我不是那个意思，王总。明明为你打造的四十，为你开辟的四十八区。武哲，你别装了，快说吧。我？跟我有啥关系啊？因为是你抽选的 MC 话题。没有，戴萌给我的眼神。戴萌没给你眼神，戴萌只是在。要不然你俩打一架。戴萌在吊你。你那像食堂刚吃饱。你这样之后再说一句，哎，你这样之后再说一句，啾咪。啾咪。我的妈呀！来吧，我不喜欢那种。你可是演过偶像剧的人。我不喜欢那种掉下悬崖。诗涵，
诗涵，我看过那集，我跟你共同处在，我看过那集，这个苦楚，诗涵，诗涵你怎么了？诗涵你去哪儿了？诗涵，诗涵，诗涵，诗涵。没有，其实我更不喜欢那种就是女主角一出场开车撞她，然后就这样。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男主角就违反地球那个引力唰一下抱住她，对，然后膝盖也不会碎吗？对，然后更奇怪的出血是出在这儿的，不是出在这儿的。出血了吗？我只注意到他们的眼神有没有对视，有没有接吻。我们可能不是一部剧，有没有接眼神还能接吻呢？来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好不容易做一个女的，不是，不是，没事，没弄了，接回原形。咱们回去，回去再健健身，还是会有的。不是，不是，你看这熊孩子，我都已经拉伤了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要不要再来一脚，我保护你把那边也弄一下？不是，还是这里安全。那你呢？你呢？我先自我介绍吧。大家好，先 Footage 冯小飞，谢谢大家来看《监控员》，谢谢。耶！小祖宗，你说你又帅又靓大姐姐，学习别做梦了，冯小飞。好过分！冯小飞，冯小飞，谢谢。谢谢。活在梦里，就是偶像剧的套路。我很少看偶像剧，我觉得就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就是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的，不管所有，对，都是骗人的。所有的公主，然后都会有一个很恶毒的，就是后妈，然后总会有一个好像很帅的王子去救她，然后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她，除了她的后妈一样。我觉得不是，除了她的后妈那么。就是除了他的后妈，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他的那种、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活在梦里吧。我觉得这样他的后妈真的特别可怜。对，我要为后妈证明。他已经忘了自己是亲的还是后的。没有，我记得那份痛楚。思思啊，我最受不了偶像剧的就是80%的偶像剧女主角就是父母双亡这一点，搞得好像就是不死爸妈就不能当女主角一样。不是，思思，你知道有一句话怎么讲？那个叫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哦、对啊，就是人是赢家。讲的就是夏诗涵。然后还对，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两个撞到之后就会嘴对嘴亲到这一点。哦、说的特别偶像剧，小安你呢？我觉得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男主和女主准备你侬我侬的时候，突然来一场车祸，结果某个主失忆了，就撞完车祸之后，为什么不及时来一盒脑白金呢？这样或许就不会失忆了呢。失忆了之后，两个人那个女主角好不容易想起来，男主得了癌症。对，就这种，对，特别不能。小爱，如果脑白金管用的话，我早就用了，真的。一盒不行，要不来两盒吧？哎，要不你试试六个核桃？小云来我房间吃核桃。最强大脑赞助品牌，两个可以搭配着一起用。好，大家不要再打广告了。没事，你说那样你也能承包鱼塘，没关系的。大可，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跟踪的情节吗？就比方说在一条非常空旷的大道上，一个人跟踪另一个人，能配合我一下吗？你就，比方说我在跟踪人家，我演树，没有树，完全空旷的地方，一条高速公路上，两个老戏骨开始拼戏了，完全空旷的地方怎么躲避？嘣！就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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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仿佛这样就可以就看不到，然后被跟踪那个人还真的就没发现他，我就觉得瞎吧，就觉得这是比较让我受不了的没有逻辑的部分。嗯，下一个，祝你以后演到这种戏。我跟你讲，我已经演到了。大家关注哦。嗯，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像洛洛这样的中央空调。左手一边，右手一边，上面还有个默默，下面。什么蒋玉，你冷静一下。我很好奇洛洛是出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就是这跟我完全没有关系。骨折教得好，这是基因问题吗？不，反正跟地区没有关系。阿妈没有 Q 到你。哦，是的是的是的，他一出来感觉到是亲妈，好暖啊，这个中央空调。哦，两台，好热。没有，但是属性上还是有差距的。属性？对的，这个我没有遗传的。对，属性上是那个哪一种属性？哦，嗯，懂了，懂真快。嗯，没有。哎，难道在云姐的印象中，我是像电视剧一样的存在吗？对，就是像里面的那种渣男，恨不得上去。捏死他，但是又帅又控制不了自己。怎么了？被我们打了吗？我很好奇云姐出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没有，云姐脸红了。哦，有吗？没有，你们眼瞎了。天哪，这是个什么团呢？云姐，不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对你出手也是可以的了。不不不不不，我的妈呀，洛洛。张宇哥，你看看头像，你再看看云姐，你对这一个寝室是有什么意思？徐子轩，还好梦醒得早。不是应该很惊讶洛洛居然还有没有出手过的人吗？我敢吗？有吗？有。想想有敢吗？对云姐姐我敢吗？没有。哎，有没有？没有吗？你们两个昨天坐在我正后方干了些什么事情？我可是哼一清二楚。啊？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哎呀。好了好了，不重要。我就不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上揭穿你。我是不是被车撞过了？我怎么依然失忆了？失忆了？有没有脑白金给我来一盒？送你就送脑白金。我可能也没睡醒。没事，我运功啊。那我运功给你疗伤。我就是最不能接受那种古代偶像剧里面运功疗伤，然后就是男女主角运功疗伤一定要脱光衣服运功疗伤。我是最不能接受的，是怎么了呢？就是你这个内力修炼了这么多年，你都是，不是，就是可能，对，你隔着衣服能打敌人，你不能隔着衣服疗伤吗？就是他可能就是而且每次要泡在那个就是什么号称有那个什么疗伤作用的温泉里，我就不懂了。然后女主角一定要这样，就运完血，一口血吐出来，倒在男主的怀里，然后他们才能开始谈情说爱，就不能就是好好的。正经的就是有逻辑的演这些戏吗？没有，也有在澡堂疗伤的。不是啊，就是如果他们都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你也不会看啊。是你不会看吗？不是我不会看。我不看这种的，我都看宫斗的。我看的都是神雕侠侣正经剧 啊。那我不看，我看的都是那种什么宫心计啊什么真的。但啊，对，说到这个，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般就是他们后宫里面。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说什么臣妾，那臣妾该死，然后怎么怎么臣妾该死，但是说该死的都不会死，反而是那种皇上恕罪、啊、还没说完该死就被拖出去了、拖出去斩了。对，就是我当时就是这就是不公平的。对，怎么古代社会、难受吧，是吧？就对是的，对，好了，是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也该欣赏接下来的歌曲了，请接下来欣赏《废墟纪元》。耶！
大家好，我是 SH48TMS2 毛毛李雨琦。现在呢又迎来了我们一年一度的总决选，这一次呢已经是我们第四届的总选了。那其实在我看来呢，总选并不代表一切，因为我认为像咱们团有很多个妹子嘛，很多个女生，大概100多个吧。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有的人唱歌好，有的人跳舞好，有的人 MC 好，综艺感好，还有的人演戏好。所以呢，并不是你成绩的好坏可以代表你这个人的，就是可以衡量你这个人吧，这么说。所以我觉得，总选的成绩呢，尽力就好，对。而且，但是大家这种向上的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希望呢，这一次总选呢，我们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大家可以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哇哦，我觉得我很像一个领导发言，就是很那个，就是好吧。大家好，我是 SH48TMS2 的毛毛李雨琦，非常感谢大家来今天参加我的拉票公演，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第48区第三场首演。然后其实呢，我就说一下我这一年来的状态吧。然后其实回忆起蛮长一段时间，自己呢除了公演好像都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每天除了公演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然后虽然我性格是那种大大咧咧啊，然后什么就是都不去想的那种性格，但是其实也会有迷茫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呢，怎么说，用我朋友跟我说的一段话，就是他当时问我，他说你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下面这段话，就是昨天上班时间，我站在2楼窗前，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觉得城市里天空太窄，忽然想回家种地，可是呢，我离退休年龄还很遥远，我的影子说想杀死我，然后代替我好好生活。其实我当时听完这段话，就是还蛮受到冲击的吧，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就是虽然我平时是这种嘻嘻哈哈的样子，但是其实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李雨琦已经放飞自我啦，什么都不在意啦，已经自己已经随便啊，怎么搞啊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会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就因为我这种状态，然后这一年来呢，也没有吸引什么新饭，然后老饭也走了七七八八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还是有一点小的失落吧。然后而且我平时也不会经常直播呀，也不会经常开口带就是看啊，然后也不会经常在房间里说话，因为我也经常会怕说错话，今天又说错话。对，就是说话太不过大脑，就是比较不好。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粉丝有很多误会，但是我很感谢他们可以来握手会来，然后就是跟我沟通，然后说出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也愿意说出我自己的想法。对，然后就是觉得自己3-4年来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好，就是觉得像个废人一样，然后很对不起粉丝我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就是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喜欢我很没有什么意义，觉得自己跟错了人这样子，就会这样担心嘛。然后就觉得
出坑了或者是改推了也蛮好的，毕竟我们团有这么多优秀的小朋友，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粉丝的话也不一定会喜欢我自己嘛。然后对，然后而且我又是一个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扔了橘子皮进水里然后没有水花的代表，所以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想我自己还能不能可不可以需不需要再坚持下去，然后我就跟公司也谈了很多，发现自己身价实在太贵了，有点吓到我自己，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那好吧，那我要不然就继续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身价再抬高一点。对，然后对，反正而且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很感谢我的粉丝，然后对，我现在自己也在努力调整状态。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很讨厌自己之前那种就是没有斗志啊，没有目标啊，每天都出了公演啊，然后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状态，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一样。就是所以呢我之前就是出去然后见识了一些很厉害的人啊，他们比如写歌啊写词啊唱 rap 的老师，然后还有编舞老师，也去上了很多课，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就是给我了一些冲击，是让我就是感觉找到了最初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渴望，就是突然发现自己还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跳舞，所以我就不能放弃。对，因为我还是蛮留恋在舞台上的这个感觉吧。然后谢谢。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以后嘛，即使是除了剧场没有什么回报给大家的时候，我呢也不会就是浪费这些时间，我也会就是出去上上课啊，然后花一些精力在培养自己这个方面，就让自己变得更充实，然后更有实力，然后去不会错过下一次的任何一个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努力抓住的。然后最后呢不管我将来的道路或者是结局怎样，我很感谢曾经支持过我的也好，现在在支持也好，未来会喜欢上我的粉丝也好，还有现在正在看公演的大家，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以认真的听完我以上这一堆废话，谢谢。然后其实我本来想给大家表演那个正义之手的，但是因为那个新公演的那个强度真的太大了，然后没有时间准备那个正义之手的舞蹈，然后公司好不提公司不提公司，我的错，然后所以我只唱可以吗？你们会介意吗？对，就是因为没有舞蹈所以有点尴尬，那就唱吧。 Music。 Yo， 哎，我看天空雷鸣冲破天际的时空，自告奋勇的麦克正在蠢蠢欲动，反击的姿态准备冲刺到尽头，留下惊叹的脚印随时发起进攻，自然的自动
最高分用的脉搏正在蠢蠢欲动，本期的姿态准备从此到全球，真的混沌的天空束缚了我的自由，超感的电流提醒我正义之手，我将要改写黑暗占据的宇宙，无名的世界才能创造出新英雄。小小你的白日光，受过伤的伤口偶尔也会隐隐作用，不再害怕向前走，当黑夜降临之后，胜利在招手，胜利在招手。呜呜 I'm Luffy Fighter， 呜呜 I'm Luffy Fighter，I'm Luffy Fighter， 绝不从失败低头，站起来继续战斗。我看一下词，完了，解锁解不开，不是我的手机。神秘的风吹裂了大地的风，狩猎如刀锋，阻挡邪恶的冲动，潇洒的脸孔坚定了心中的梦，让危险的这世界成长在不到一分。 Bad girl 拥有超速的节奏，狩猎如刀锋，阻挡邪恶的冲动，潇洒的脸孔坚定了心中的梦，结束战斗。混沌的天空束缚了我的自由，超感的电流提醒我正义之手，我将要改写黑暗占据的宇宙，无名的世界才能创造出失败的效应。想想你的白日梦，受过伤的伤口偶尔也会隐隐作痛，不再害怕向前走，当黑夜降临之后，胜利在招手，胜利在招手。呜呜 I'm Luffy Fighter， 呜呜 I'm Luffy Fighter，继续战斗。这场浩劫谁在背后怂恿，让自己永垂不朽，急速超越想到达的巅峰， Let's go。莫涵，莫涵，你干嘛去了？你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忘记怎么跳的，我忘记怎么跳了。他们把我推出来，他在后面酝酿，然后我跪下来之后，只有我一个人了，怎么回事？然后他说闭上。因为我一个人很尴尬，所以我就昨天想说让大家出来然后陪我嗨一下，然后他们说只能最多上三个人，然后我就说哎，那你们三个人出来陪我吧。莫涵是因为只能上三个人，我俩上了加你三个人他才没上，那是人家的温柔，你懂不懂？我写我要下去了，但是我最后上来给了你一个巨大的背后的拥抱。哎，我想要前面的拥抱。好，前面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莫涵的前面。谢谢大家。妈妈不要走。
仿佛已经疲惫几个世纪，灯光会在和时光争斗之后愈发的微弱，说说歌姬却又如此无力，留下的伤痕因为随光阴而逝去，每一次风干吹遍心里深的印记，成千上万的理由来终止这场几百句长的无谓争斗，沉默没通知是个一想就会过的念头，不如来并肩开启某个全新美丽宇宙，但愿所有灵魂在时空流转之中收获和平的自由，最无伤的光荣，抬头望着几个世纪，阳光会在和时光争斗之后愈发的微弱，出生的季却又如此无力，留下的伤痕并没随光阴而逝去，每一次勇敢却被心里伤的铭记，世界上乱的理由来终止这场几百句长的无谓争斗，前往美空只是个一闪就会过的念头，不如来并肩开启某个全新美丽，所有灵魂在时空
现在请大家欣赏最后一首歌《无尽的世界》。
了三场第48区公演呢，到这边就结束了。这一周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这么晚了，大家回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好好保护自己。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击掌环节和我们的投票时间。来，大家准备。这个人他哭的，在 Kiki。拯救世界了 ，Kiki！ 太感动了，激动坏了，太感动了，是不是打到人？是不是麦克风打到牙了？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话你对我说。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人家是小公主，你还有人气呢。没事，我只是太喜欢这场公演了，主要是以后就是也好久不见了，然后就是大家好好加油，我会在远方支持你们的。哎，我以为我抱了大家会围上来，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抱。我在想，来来来，重来，重来，重来。